这个买来以后就不能用，就没有电。你看，我插上电源，这里呢就根本就没有指示灯，也不亮，什么都不亮。然后呢，再打开了，然后这个打开以后，这也没有显示。我测了一下这个电压，你看这里是有电的，照那120伏，照那个表。然后呢，到这里还是有电的，这电就是到这里，然后呢，到这个电源，这电源还是有电的，反正还是有输入有，对吧？但是没有输出，没有输出，这个风扇也不转，是吧？这所有输出都没有，这个5伏的这个控制电压也没有，所有都没有，没有，所有都没有输出。然后这个 LED 灯也不亮，这表面根本就没有输出，它是有输入没输出，这个大概就这样。